双八字发财节的变法，取两根线从中间对折，右边黄色线圈套入左边红色线圈，黄线交叉，下面黄线穿入红色线圈，线拉到左边捏住，右手向上扭转红色线圈，捏住交叉口，将两根黄线从下往上穿出红色线圈，慢慢收紧并调整好结体即可。一个双八字发财结就做好了。